我当时想，打死了张汉明，这条线索就算是断了，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我跟林永发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。我加入过共产党的这个历史污点，就算是擦掉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应该知道。那篇知错了。张汉明跟你说的事。 此无对证，副座，这一切都是事实。事已至此，你准备怎么收场？单凭副座处置。 审，什么审？事实俱在。今天正好有一批政治犯要出局，一块拉出去算了。你的处理意见呢，就回复了，暂缓去太原。听座提议的。对，副座是非分明，大义灭亲，佩服。副座是想拿这个做一次交易。交易。 什么叫义？我正义发配太原，是我罪有应得，我认。可我的命运，绝不能拿来跟俞北平做交换。郑督察，这次你搞到的证据恐怕还不充分。这还不够充分啊！俞北平历史上肯定有问题，这跑不了。他到青城前前后后以对比，俞北平共党身份没什么疑问。 这是俞北平来青城后的全部行动清单，请田副官转交副座。你要说的我全清楚，副座心意已决。打算怎么处置他？开除、军职、脱军装。是。 副座，请你去。田副官，送我去太原。 连见我一面都不愿意了吗？这样处理北平，你心里不服？嗯？你也为我考虑一下啊！我现在在风口浪尖上。 北平的事情处理不好，就是一颗定时炸弹。一旦爆炸，粉身碎骨，就不只是我一个人。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让我跟你一块牺牲，也在所不惜吗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永一和北平结婚20年，但你思想左倾。 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眼里，都是把柄。我革命了一辈子，也要为自己的家人、孩子想一想。北平要是真的出事儿了，影姨怎么办？丹妮怎么办？副座这样处理，恐怕会有人议论。你呢？我知道，我这样处理。 肯定有人说我是出于私心。这些年我心里有一句话，跟外人不能说，也不敢说。
现在我跟你说，将来不管是什么党什么人做了天下，中华复兴都是需要人才的，全死绝了有什么好啊。傅作对党国已经绝望了，当然你也是对的，北平确实有问题，不适合在特调局工作，我让他脱下军装离开军队，让他去香港，连台湾都不让他去，这样他就不知道我们的党政秘密。我这样做是对党国负责，我问心无愧。对赵北平来清城后的行动，他不只是历史问题，北平对党国是犯了罪的。可我觉得他这次说的话是真的，他是参加过共产党，可是这些年他跟共产党没有联系了，20多年了。民国16年清党的时候，跨党的人太多了，只要把事情说清楚，不跟共党联系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没有揪住不放的必要了吧。如果北平留下，将来肯定出大问题。傅作，你想清楚。我做的决定，我承担。这你的命令，要拿来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，朕已深以为耻。你想的太多了。南京密令，炸毁京城。什么？焦土政策。我把京城留给共军一点可用的东西。傅作，这是内战，值得吗？京城是华北、华东水利交通枢纽，炸毁京城，就可以迟滞共军的进攻。为长江防线赢得3个月的准备时间。谁执行这个命令，谁就是历史的罪人，对吗？南京的命令明确吗？明确，限时完成。最后的执行命令我签署。一座古城很快就消失了，再也看不见了。当年我就是从京城这儿当兵的，那年我17岁，从乡下第一次来到京城，背了个扑克卷四处打零工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有一段时间天天下雨，很冷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是在邮局的墙角下蹲过一夜的，就是那个楼，德国人建的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觉着我要撑不住了，幸好有个好心人给了我半个馒头，活过来。后来有人说火车站有招兵的，为了有口饭吃，我就去报名了。没想到，几十年，我又把命运送回了青城。这是一个时代造就的命运。是啊。在时代的浪潮中，我们每个人
有时候就是一粒沙子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什么荣华富贵，还有那些蝇营狗苟的个人恩怨，算得了什么？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夫妻口角的事儿，犯不着闹到副总那儿去。你别不高兴，本来打算今天去接你的。我都知道了。什么？联络官的事儿，还有你。我没什么。正义一直想在背后害你，我竟然还帮他查，我太蠢了。别想了，都过去了，多了这身皮倒好，以后可以多陪陪你和丹妮。正义会放过你吗？我都被开除军职了，他还想怎么样？放心吧，不是还有老爷子吗？联络官怎么办？我觉得你可以把联络官接到家里。联络官和我的关系他自己不知道。你没告诉他吗？这个女儿不能认，一认就扯回20年前的事，以后你也别提了。李平，我觉得你活得太苦，自己的儿女不能认，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去送死也不能救。你将来有什么打算？无官一身轻，脱了军装就是老百姓。你爸不是都帮我们安排好了吗？过两天去香港。安德森的太太在九龙有个公司，请了我好几回了。到了香港，我们就投奔他，以后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做点小生意。北平，别再骗我了好吗？昨天晚上我听说了你的事情，我一夜都没合眼，我想了好多好多。记得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，你还是个大头兵。你再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。你现在还觉得我是个共产党吗？不是吗？永义。
这些年我亏欠你和丹妮太多，我真没想到会对你的心里有这么大的折磨。我不怪你，我什么都明白，我也不想听你现在说这些。 我有个想法，到了香港以后，我要带丹妮去美国。以后的事儿，咱们到了香港再商量。不行，今天必须说清楚。你要替我想一下，你和爸是两边的人，我没法选。永义，战争要结束了，你不用想那么多。 我们一家人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归宿。丹妮一定要去美国，她应该有自己的生活。今天的事情，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是我已经决定了。我出去买点菜。 哎，上头有人好啊！这俞北平犯这么大事儿，也就投个军装；要是平头老百姓，得枪毙三回。太便宜他了。老程啊，你是情报处长，俞北平当过共产党，你就没看出来？20多年前的事情根本就不归我管。 他来青城区之后，总有过什么活动吧？情报处不是谣言公司，一切都得凭证据说话。诸位，国军南起仓口，北至莫县城关，最外围防线已被共军突破。青城，已到了最后关头。 请成撤离情况如何？此事由警备司令部申雪明负责，国军眷属、医护人员、学校师生已大部撤离，重要厂矿设备正在拆运。撤离计划提前了，所有能够征集的船只都要集中管理，由你负责。是。在押政治犯，分期分批处决，由你负责。是。奉南京令，国军放弃青城前实施总体爆破，所有带不走的设备设施全部就地炸毁。 绝不留给共军，这是军令，必须执行。青城是卡在共军咽喉上的一根刺，南下势头为我所主。一旦共军拿下青城，势必水陆并进，直逼长江。炸毁青城，起码能为国军巩固长江防线争取到3个月的时间。电厂、自来水厂。 煤气公司、火车站和码头，以及重要厂矿，是这次爆破的重点。星期六中午12点前完成全部部署，午夜实施爆破。最终由绥靖总署指挥部下达执行命令。青城局和行动无关的部门提前撤离，由陈处长负责。所有档案已装箱整理完毕。我已经调了艘船，明天走。二线人员、家属和档案全部上船，由你带队。是，好差事。
毁城计划必须严守机密。江平、宋强，具体实施方案由你们负责。其他都没什么，去哪儿找这么多炸药呢？我有个想法，既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炸药，我们可以利用燃油，通过城内的输油管道和煤气总管道的交叉点，引爆燃油库。那个时候火势会顺着燃油管道一直向外走，一旦烧到煤气管道，就会引发连锁爆炸。那个时候，煤气公司、火车站、码头以及重要的厂矿，只要是走煤气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好办法呀，燃油进入下水道，浮在水面，下水道相对封闭，积蓄了大量沼气，只要一炸，威力小不了，而且能炸它一串。燃油够吗？美国人留下三座油库，其中有一座是满的。很好，具体实施方案今晚必须确定，你们先商量一下。孙德利，跟我来。这儿。我进去前你们聊得很热闹，都说什么了？就是于伟平这点事呗，那副总明显的偏袒他，那大家都无道区呢。于伟平的事儿没完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任务就是盯死于伟平。是。请倾城的张老板接收以下留言：3306-2538-7630-7634-1163-2216-2350-2336-2352-2355-3632-3623-1122-3823。以上播报完毕。那天我根本不知道我父亲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，更不知道我父亲的情报生涯已走到尽头。当我听到他在接收密电时，抑制不住心中的惊讶，甚至对他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。我万万想不到的是，就在那一天，我父亲从密电中接受到的是一个他目前已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。上级指示他要利用倾城特调局主任的身份，尽一切力量阻止国民党特务的毁城计划。在倾城，咱们家这算是最后的晚餐了。来，为全家的平安干杯。
到香港以后啊，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，就是再难也不要分开。逃荒的时候，有的人就走散了，结局都不好。爸，到香港以后，我准备带丹妮去美国。这个想法好。两次世界大战，美国都是受益者。从现在这个势头看呢，他们在兴旺一百年都是有可能的。你到那以后，可以教教钢琴。丹妮有艺术天赋，说不定会有大的发展。我也到那儿去找你们去，跟北平看看能合伙做点什么。就什么事都做不成，也该在家里干点农活，种点地，种点菜，养鸡养鸭子。老爷，咱们能不能晚走两天啊？这一走就回不来了，老师同学们都没告别呢。不行，礼拜六晚上必须走。现在飞机票、船票都抢疯了，军队的飞机、舰船更紧张。刘司令、表妹一家都是坐民船走的。星期六晚上，最后一次航班。怎么了，老爷？你要走了，我得好好看看你。都快长成大姑娘了，爸，你血压高，别喝了。你心里想什么，我知道。你不想走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这儿将来是共产党的天下，你留下来是得不到什么好。中国文化讲的是血统、系统。人遇到事儿啊，得想开一点，看远一点，这样才有前途。傅作，后天确实是仓促了些，我手头也有些事儿没有了。下个礼拜一，陈雪明手上有一艘日本人还回来的运输舰，是运设备的，我们可以搭他们的船。不行，这份图纸完备吗？非常完备，日本人留下的，青城所有的地下管线都有标注。有方案了吗？有个初步方案，但还很不成型。是这样，美军留下那座满油的油库是在鱼浦头，但有个问题，鱼浦头油库燃油进出库都是通过船，所有的输油管道都是向外连接着码头，与城市内的输油管道并不衔接。虽然其他这几个油库与城市内的管道衔接，但是里面都没有油了，都是空的。如果把鱼浦头油库的油调到其他油库呢？哪一座？距离最近的武汉码头油库。可以直接和城内的输油管连接。看来只有这个办法。运油车辆必须高度隐蔽，绝不能让共党发现我们的意图。是。知道了。码头管理处来电话，说我们局档案上传出了点问题。你去处理，是，这摊事儿就交给你了，别出岔子。局档案是重要文献，里面有不少共党的线索。明白。我们台湾见。台湾见。郑督察，我们这计划可有个漏洞，程处长很可能身份有问题。上次跟共产党打配合劫走吴坤才的事儿，我已经上报南京。陈忠义有重大嫌疑，所以让他明天第一批走，等到了台湾再细查。现在没工夫弄他这摊事。那我们用燃油会上的方案，不就漏风了吗？
刘太在这儿听，就是要把五号油库的线透给俞北平。这是饵，就用俞普陀油库直接输送。那管线问题怎么解决？看来只有建立连接管道了。离俞普陀最近的输油管线是一号线和二号线。一号线不能用。为什么？一号线经过我们最后一个军火库，很容易波及。军火库一旦爆炸，位置在它右后侧的国军城防作战指挥所就完了。可以事先通知，请他们搬家呀。哎呀，动静太大了，共党肯定急一些。好吧，我去安排二号管线的连接施工。不，你还是负责一号线，江平负责二号线。两条线都要连接。对，要提防我们的方案被共党识破。五号油库是掩护，一号线也是，要做好两层保护。这步棋一定要走在俞北平前头。是。是。两条管线的铺设一定要严格保密，在燃油输进下水管道之前，一旦让共党抢先点火，不但不能实现我们事先预定的全程爆破计划，反而会让火势反向，导致油库爆炸。尤其是你不能大意，不要把一号线当掩护，要做得跟真的一样。就看俞北平上不上钩了。会让他留下来，与清城共存亡。这次放过你，正义心有不甘呐。我知道。宁代永仪和丹妮平安的离开，了却了我最后一桩心事。副座，确实有些仓促。我个人还有一些私事。联络官的母亲是我的前妻，可于情势，我一直没有对那边经过什么心意，内心有愧。离开青城前，我想带着联络官去上柱香。北平，不要多想了。这样处理，对你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我之所以这样处理，原因有二：于公。党国需要人才，于私，永仪和丹妮离不开你。带他们离开，平安的离开，懂我的心思吗？我懂。我为党国奋斗了一生，可党国快完了，对自己奋斗过的事业，我还是有感情的。你们的行程绝不能变，我实话告诉你，礼拜六12点之后，青城将不复存在。怎么？南京命令，炸毁青城，迟滞共军南下。太荒唐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向南京支城立壁，为这座百年古城求一线生机。我都试过了。青城何辜？青城的几十万百姓何辜？这就是战争。我是真心替副座考虑。副座呕心沥血为党国一辈子，参与辛亥起事，推翻满清历史光荣，何必要背上这个千古骂名呢？是啊，炸毁青城，当代千夫所指，将来子孙咒骂，我该背这个骂名吗？可我不背，谁背呢？副座没有考虑过更好的结局吗？什么结局？这话我本不该说。不该说的话就别说了。北平，你太年轻了，将来是你们的。后天晚上副座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炸毁青城，我还能活着离开吗？永仪和丹妮全拜托你了。好自为之吧。副座放心，
这两天他没去局里，说是被停职了，而且他在书房偷听秘密电台。秘密电台？对，电台里放着一组一组的数字，他在记。密码？应该是。看到你父亲拿什么解密了吗？没有，我就看到他拿着一本书在对照，是什么书我看不清楚。特务也问很多种，你父亲这次被停职，可能是另外一种掩护吧。你过去，教他怎么说。好的。解放军已经包围京城了，就快要解放了。反动派会更加疯狂的。你自己当心点儿。天快亮了，新社会就在眼前了。真没想到我们能等到这一天。石先生，哎，家里有客人啊。校长让我跟他说点事儿，介意不说话。我说错了什么？没错，你讲得很好，就按照于北平有特殊任务往下说。关键是你回去以后跟徐小姐怎么交代。我该说的都说了，我妻子和我孩子。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松口，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枪毙政治犯，你一旦松了口，就等于送自己的老婆孩子上绝路，明白吗？哎，看看这个，看看这个，你就有精神了。下面全我教你的说，一句都不能错啊！石先生，我再一次提醒你啊，你要敢乱讲半个字，小心你的老婆孩子，好吗？啊，石先生，就这样，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走了。是那边的同志，丹尼。你，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。你父亲接受了特务机关的秘密指令，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，所以要化妆成平民。他们要执行焦土计划，炸毁倾城。为了不让老百姓和他们的子孙把这笔赖账记在他们的头上，他们让你父亲脱掉军装去当一个老百姓，以后就是被发现了也跟他们没有关系。太心狠手辣了。你现在就应该回家。嗯。看住你父亲，如果有可能一定要找到那本解密的书，它很重要。你好，徐小姐啊，会帮我们大忙的。石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的。自己一定要小心。嗯，等我掌握了情况，我再来找您。下次来，我就不回去了。嗯。您不是对我说解放军快要攻城了吗？嗯，对。对，我们一起迎接解放。等倾城解放了，我会留下来。那我先走了。走吧。
不是我，不是他，飞鸟已在远方。远方的他和他和他，你们都还好吗？岁月啊岁月，这指尖已刺穿我心脏。就让我，就让你，就让他，惩罚融了冰雪。就为了你，为了他，为了我，用手一个秘密，我自己双手向我让他们彼此质疑，最后的眼泪交给谁？轻轻吹起风，想呼吸，看日出映在看。多少